好啦，大家好啊，欢迎你嚟到呢协恩嘅 Batman Channel 啦。嗱，今日为大家讲解嘅咧就系呢条啦 ，HKCE 2001年嘅 Paper One 第一条嘅长题目啦。好啦，嗱，事不宜迟啦，咁啊，先望一望条题目先啊。咁佢就话啦，叫你 simplify 乜嘢咧？就呢嚿嘢啦，就系、是、M 嘅三次，再 over 翻成嚿嘢，就系 M 乘 N 成嚿嘢嘅二次 ，and express your answer with positive index。嗱，讲明用正指数表示噶啦 ，OK？ 好，嗱，事不宜迟啦，单行指出嚟先讲啦。咁啊，抄个题目先啦。M 嘅三次啦，就再 over 翻成嚿嘢，就系 M 乘 N 嘅二次。嗱，如果你俾我做咧，咁啊根据 law of index 啦，咁啊我将下边呢嚿嘢咧，佢括弧外边有个指数啦，系咪有个二喺度啦？咁我就会将佢两个转咗抌翻入去。嗱，如果你咁样抌嘅话咧，其实真系咩意思咧？咁即系上面照抄 M 嘅三次，而下边咧，哇好核突！而下面呢就会是 M 的二次，第一个箭嘴黐返入去，而第二个箭嘴再黐返入去就是 N 的二次。那在这里呢，那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到啊，上面有 M 乘 M 乘 M,M 的三次，即是 MMM 乘在一起嘛。而下面呢 ,M 的二次即是 M 乘 M。那所以即是换言之，如果我拿支绿色笔啦，即是说下面这两个弱晒，那上面这里呢就弱剩一个。那所以最后呢得出来的答案呢如无意外啊，上面剩返 M。下面就剩翻 N 二次，断估呢个都系答案啦啩？呢条都真心浅啊，真系 OK 得唔得？嗱好啦，咁就 check 睇下大家今日有冇啲咩特别问题啦。嗱，轻轻都放翻答案俾你望一望啦，虽然得两步 OK。好，嗱，如果冇问题嘅话咧，咁我哋今日到呢度噶啦噃。好多谢大家今日收睇啊！嗱，希望下次有缘嘅话，我哋再见啦。嗯，拜拜。